各位同学好，那我们很高兴呢又见面了。我们呢要来看第34讲。好，同学，第34讲呢，其实在进入第34讲前，我相信同学从32、33到34这方面呢，这三个讲次里面，它的内容都非常的多，也就是跟投资有关的科目。也就是说，我们在过去的章节里面呢，你会发现有的章顶多只有两个讲次，可是呢，在第32、33、34，它的讲次的内容呢是非常多的。好，那我们可以很简单的再来复习一次，那再进入在第34讲，也就是采权益法的一个股权投资的时候呢，我们再把这相关的科目呢再 review 一次，也就是说，在32讲，我们就介绍了有关股权投资跟债券投资，我们把它分类成 IFRS 的一个科目，也就是透过本期损益按公允价值衡量的金融资产。那这边老师再提醒一次，它是包括股票跟债券，也就是很像我们之前讲的交易目的的一种证券投资。那只是现在叫做透过本期损益按公允价值衡量的金融资产，这是第一类的。而这一类呢，同学要特别记得，它也是要做评价，所以呢，它在处分的时候就会做一个评价调整，也就是就放在所谓的当期损益里面，也就是我们损益表里面的本期损益。那第二个科目呢，是按摊销后成本衡量的金融资产，那这一类一般就是所谓的债券投资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它在处分的时候就会有所谓的处分的损益。那要记得，它要做摊销，它不吝啬摊销科目，它要透过所谓的直线法跟有效利率法来做摊销。而第三个科目呢，也就是第33讲我们讲到的，就是透过其他综合损益按公允价值衡量的金融资产，这部分呢一样会有债券跟所谓的股票。那这部分呢，它要做一个评价调整，但是它这个调整呢是放在所谓的未实现损益。所以刚刚我们在特别提醒同学，这个未实现损益呢，到最后出售的时候要把它冲掉，要转到其他权益里面，也就是跟保留盈余来做一个分录。那这个地方呢，就是把未实现转到保留盈余的部分里面。好，那反过来的话呢，就是相反。好，那接着呢，我们要进入到第34讲。第34讲的标题呢，也就是我们第五节采权益法的投资会计处理。顾名思义呢，采权益法，同学就会想到有别于之前32、34讲的会计科目了。因为这边讲权益法，那待会呢，我们就会介绍一下权益法它的一个股权的投资的一个比例一定是很高的嘛。也就是说，它投资的目的，可能不像刚刚讲的一个所谓的交易目的啦，或者是被公出售啦，那这边它可能就是会有一个影响力的一个过程。所以呢，从字面上来看，那采权益法的投资也就会有这些的会计处理了。那想当然了，一样呢，它会有取得时候的一个分录，另外呢会有发放股利的分录。那也有可能因为你的被投资公司你的持股比率很高的时候，被投资公司有损益的时候，你也要按照持股比例来认列所谓的投资收益或者是投资损失。好，那接着呢，我们就进入到这个内容。企业在购买他公司的股票的时候，如果持有他的股数占投资公司流通在外普通股数低于 20% 的时候，我们把它称为叫不具影响力。但是如果持有被投资公司流通在外股数介于 20% 到 50% 的时候，我们把它称为叫具有重大的影响力。第三个，如果持有被投资公司流通在外股数超过50%的时候，那这个时候这个投资公司已经对被投资公司具有控制能力了。好，这边同学我们要再做一个白话一点说明，也就是说这边会有一个持股的比例。那持股的比例一般来讲，我们在前两个讲次我们讲的都是
小于20%，也就是我投资公司去投资这个被投资公司的股数的一个流通在外股数是低于20%的。那这个部分呢，我们把它称为叫做不具重大影响力，所以我们采用的会计处理呢，就必须要从这个透过本期损益按公允价值衡量，或者是透过其他综合损益按公允价值衡量来做一个会计处理。那想当然，这一章一定是介绍上两个讲次没有的内容，也就是说，他今天的持股比率、流通在外的股数，他会超过20%。但是同学要注意，也没有超过50%哦，因为如果超过50%的话，那这个时候你已经会有所谓的控制能力了。这个呢是要编制这个所谓的合并报表的，这个在下一个地方我们也会做一个说明。那当然这一章里面呢，我们会先做一个观念的一个介绍。待会一样会有事例的说明，而这个事例的说明呢，就是把老师刚才的观念介绍呢会讲一次，那这事例部分王老师会来带同学。好，那接着呢，我们就来解释刚才讲的不具重大影响力的股票投资，那我们应采成本法，也就是 cost method 处理。那按照它的性质还有它的持有目的不同而分为这两种，这两种呢就是刚刚老师口头上已经跟大家介绍32讲跟33讲所介绍的，透过本期损益跟透过其他综合损益按公允价值衡量的金融资产的。所以这章我们要讲的就是具有重大影响力的股票投资，它如果采用成本法，已经没有办法反映其对被投资公司股票投资的经济实质，所以这个时候要采用权益法 equity method 来处理，所以也就被投资公司的股东权益的增减来变动，随着被投资公司股东权益的增减变动，比例调整采权益法的投资的账面金额，并依变动原因的不同而认列投资的利益或者是损失。所以这边就要提醒同学，今天我们某公司，比如说北商公司去投资中商公司，那中商公司就是被投资公司，那北商公司呢就要看中商公司流通在外的股数有没有超过20%，如果是低于20%，那要按照刚刚所讲的，也就是透过本期损益及透过其他综合损益按公允价值衡量的金融资产。那这边呢，如果北商公司投资中商公司的持股比率超过20%，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就要采用的所谓的权益法。而这边提醒同学，权益法就是要随着被投资公司，也就是中商公司它的股东权益的增减而做比例的调整。比如说我持股比率25%，那今天中商公司它如果有这个本期损益的产生，我们自然就要认列25%的投资利益。相反的，如果中商公司发生了今年度发生了本期损失，那我们的这个25%去认列它的这个所谓的投资损失。所以这个地方同学要搞清楚，北商公司是投资公司，而中商公司是被投资公司，所以这个地方呢就会用权益法，但是也没有超过50%，因为超过50%的话，那北商公司跟中商公司就会所谓的母子公司，那就会编制所谓的合并报表了。好，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可以把刚才再讲一次，也就是说具有控制能力的投资，除了平时要采用权益法处理外，期末上应编制合并的财务报表，好，以彰显母子公司集团企业的整体关系。
好，这边就是老师刚才讲的，如果北商公司持股中商公司流通在外股数超过 50% 的时候，这个时候是要编制所谓的合并报表，以彰显母子公司它的一个整体的关系。那这个部分通常我们不会在初块中块的地方讲解，我们呢会在高块的地方讲解，所以这边只是提醒同学，这个持股比率会有所谓的小于20%。20%到50%，另外第三类就是超过50%，所以这边呢，同学要把它做一个清楚概念的一个这个记起来，好，那做题目的时候呢，自然会比较有得心应手。好，那这边呢，再把几个观念啊，因为刚才已经讲到什么是权益法了，那本节着重于说明采权益法处理的股票投资的会计处理，我们这边会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呢，是购入股票的时候，我们要按照成本入账。那成本呢，包括了所谓的购价跟其他一切必要开销的一些合理的一些费用。第二个呢，是被投资公司如果有净利或者是发生净损的时候，投资公司应该要按照持有被投资公司股份占流通在外普通股股数的一个比例来调整它的投资科目，并承认它投资的利益或损失。好，这个部分呢，其实刚才老师口头上都有讲解，那也看到了字幕上有特别提醒同学，首先第一个重点就是购入的时候一样按照成本原则来入账，所以你会借记这个投资科目，也就是采权益法的股权投资，贷方会带现金，这个事例待会王老师会做一个说明。而第二个会遇到的分录呢，就是因为今天被投资公司产生了股东权益的一个增减，也就是当年它可能发生了损益，有损失也可能会有利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投资公司就要按照被投资公司的持股比例的一个百分比去算它的一个投资的利益或者是损失。这个呢，待会在例子里面呢，同学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那你可以先回想一下这个分录应该怎么做呢？也就是借这个，如果是有利益的话，那你去乘以这个百分比持股比例之后，你就会借这个投资科目，然后贷方呢就会带投资的利益。反过来，如果是被投资公司发生亏损的时候，那就会产生了一个投资损失，而贷方呢就会带这个投资，所以我们会借投资损失，贷方呢就会带这个投资科目，也就是采权益法的一个股权投资或者是股票投资等等，好，这个相对的一个科目。好，那另外还有一个重点，同学一定会想到说，今天我投资这一家被投资公司，那如果被投资公司分配现金股利的时候，我们应该作为采权益法之投资账面金额的减少，而非股利收入。至于收到的股票股利，我们只是做附注揭露股数的增加，持股比并未改变，所以我们不做任何的分录。好，这个重点呢，就是在提醒同学，今天如果被投资公司它有发放所谓的股利，而股利我们再复习一次，就是有所谓的现金股利跟什么股票股利嘛，对不对？那现金股利呢，在如果你是在32讲、33讲，我们讲到的这个所谓的小于20%这种发放股利，那很明显的当然就是什么股利收入嘛。可是你今天是采权益法，你等于是说投资金额的一种返还，也就是你今天投资被投资公司，而这被投资公司发放现金股利给你，其实是一种投资成本的返还，这句话很重要哦，而不是股利收入哦。所以这个分录应该怎么做？在还没看事例前，你可以先回想一下，既然它是投资成本的返还，那你就会借现金
因为你拿到的是现金股利，所以你会借现金，而贷方呢就是一个成本的返还，所以你就会贷这个投资科目来把这个投资成本降低，也就是购买的时候是在借方，那成本的返还呢就会变到贷方来。好，那至于股票股利呢，那我们就是说它不会影响到比例，所以当然就不做任何的分录，只会做备忘的记录而已。好，那接着呢进入到所谓的事例，我们就会请这个王老师来带领同学把老师刚刚讲的分录来一一的说明，然后套进这些数字，同学就可以更了解采权益法的投资到底它在投购入时、发放股利时跟产生本期损益时会有怎么样的会计处理。那我们请王老师来做一个说明讲解。好，那接下来看这个题目，假定北商公司于2008年初购买01公司普通股4000股，占该公司股份 40%。 那大家要注意，这边它占的股份已经到了 40%， 也就是说呢，北商公司对01公司有重大影响力，因为已经超过了 20%。 那它有成本，这个购买这个普通股的成本是48万，所以呢分录如下。那因为它已经具有重大影响力，所以不能再用透过损益按公允价值衡量的金融资产，或是透过其他综合损益按公允价值衡量的金融资产来做入账，所以呢就要用采权益法之投资来去做入账。那投资呢是一个资产科目，所以会借记采权益法之投资，那代记现金48万，直接这样去做处理。那如果说今天没有告诉你说比例是多少，只有告诉你说购买多少普通股，那他一定会告诉你这个流通在外股份是多少，那你就要自己去计算说到底有没有超过 20%。 那如果什么都没有提呢，应该就是直接不用采权益法，就是他假设是没有重大影响力的情况下。那下面呢承接上例，假设呢这个被投资公司01公司2008年度净利是10万元，因此呢由于01公司的权益增加了10万，而北商公司持有其 40% 的股份，所以需要调整投资科目并认列投资收益。那大家可以看到前面有提到说呢，这个采权益法呢，我们等于说我们跟这个我们对这公司具有重大影响力，也就是代表是说呢，这公司有赚到多少钱，花了多少钱，我们就要依照比例当作是我们投资公司需要去认的金额，也就是所谓的投资收益的概念，跟着他认，而不是说呢他有利股利收入我们才做分录等等。那既然呢他今天呢这个01公司的净利是10万元，那我们持股 40%， 我们自然直接用这个10万元乘以 40%。 那当然如果是净损的话呢，变成就是投资损失。那还有如果说呢这个净利呢是应该说如果说这个持股比呢是 50% 或 60%， 那当然就是要乘以 50% 或 60%。 那我们对这家公司呢的投资账面金额增加，因为等于说这家公司被投资公司整体也是膨胀的，所以呢我们也跟着去做增加的动作，所以呢就会有一个采权益法投资借方增加这个投资科目4万元。那贷方呢，其实呢这个就是投资收益，可是它是这个投资收益的完整科目名称，叫做采权益法认列的损益份额，那就做一个贷方。那这个其实当然就是等于是损益的科目，也可以把它当作是收入的概念，所以就是会摆在贷方来去做处理。那如果说呢发生净损，刚是借采权益法之投资，贷采权益法认列之损益份额，如果说是净损呢，当然就变成是反过来，等于说是借一个投资损失，那我们当然是沿用采权益法认列之损益份额这个科目，不过呢它摆在借方，自然就是损失的意思，就是废损会在借方嘛。那
因为这个被投资公司发生了净损，所以呢，我们就要减少我们对这个被投资公司的权益，所以就会代记采权益法的投资。那假定呢，01公司于叉八年度发放现金股利60000元，那由于这个被投资公司的发放现金股利，刚刚前面林老师的部分也有提到，就是说这个被投资公司，也就是01公司，它发放这个现金股利是形同一个资本退回的概念，所以呢，这时候我们取得现金呢，我们就直接借现金，那我们不是贷股利收入，我们反而是这个我们对这个公司权益的减少。所以呢，我们就代记采权益法投资，等于说这个资产减少的概念。那通常呢，这个采权益法处理的股票投资呢，是属于长期持有，会交易吗？是有可能会交易的，可是呢，通常并不会那么容易的就有交易的情形产生。那假定这个北商公司基于特殊考量，于2018年年底。将他对上述投资的出售，那收现49万。由于该批投资的账面金额，原始投资48万元，然后依照公司这个被投资公司01公司的净利来认列等比例认列投资收益4万，再减掉01公司所发放的现金股利60000元的40%24000。我们就可以得到我们的这个投资的账面金额是496000。那这个投资呢，目前它的账面金额是496000，那我们收取到的现金，处分这个投资收到现金49万，那差额是个6000，那就是处分损失的意思。所以呢，分录下面大家可以看到借现金，我们把这个投资出售，我们就要把这个资产从借方移去贷方，496000，整个账面金额移到贷方。那我们收到了现金49万，我们就会借现金49万。差额呢，会发现为了借贷平衡，会有6000在借方，但果然它是一个损失，所以才摆在借方。那也的确，我们拿到了现金49万而已，可是这个投资其实是有496000的账面金额，当然是个处分损失。所以呢，我们就会在借方摆一个处分投资损益。从前面学到了，就是关于透过损益按公允价值衡量的金融资产，还有透过其他综合损益按公允价值衡量的金融资产，以及按摊销售成本衡量的金融资产，一直到这个开始具有重大影响力的股票投资采权益法投资。那我想大家学会计常常都会学到后面呢，都已经可能会不知道自己已经不知道自己在读什么了。那因为学前面忘后面，学后面忘前面，所以说呢，我这边做一个汇总表，在最后这边呢，让大家更清楚了解，就是有关于投资的这个章节有非常不同的科目。同时呢，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投资，其实呢，一开始最早一开始林老师有一直叮咛，就是其实是有分为债券跟股票。那到底债券跟股票谁是用哪一个分类？不晓得大家还有没有一点印象？那我们就用这边来做一个汇总说明。那呢，这个是一个最新的金融工具的公报 IFRS 9后所用的金融工具分类的一个汇总表。那大家可以看到分类有分为，前面我已经提过了这几个分类方式。那大家可以看到，第一个透过损益按公允价值衡量的金融资产，旁边写了债券或股票，那是代表说它有可能是债券，也有可能是股票，都会用这个来去做处理。那以这个来去做处理呢，其实它的概念是指说呢，这个金融资产呢，它是用透过损益来去做衡量，那它很有可能呢会在短期内出售。那大家可以再看到这个透过其他综合损益按公允价值衡量的金融资产，它也写了债券跟股票。那我在上一讲跟大家提到过，我们简单来去做一个分类来说的话呢，今天这个金融资产
我们如果有一个金融资产要去做分类，其实我们一开始要先看的是这个金融资产它本身是不是完全是符合收取本金还有利息，完全是收取本金跟利息这样的现金流量来去获益。如果不是的话，就直接摆在透过其他损益按公有价值衡量的金融资产。所以我在上一讲有曾经提到过说，为什么股票是主要是放在透过损益，而比较不会放在透过其他这种的损益。原因是因为根据我刚刚前面讲的，如果不是完全为收取本金或利息获益的，那就会摆去透过损益。那因为股票很明显，股票不是在收取本金，也不是在收取利息，那个是债券才会有这样的动作，所以股票呢，通常就会直接摆在透过损益。那好，我们就知道透过损益是放在股票了。那什么东西会放在另外几个部分？如果说没有通过这个完全符合收取本金及现金流量来获益的这个测试的话呢，不符合的话就是透过损益，一般来说股票。那如果不符合呢，我们就要来看管理当局是因为什么样的目的而持有。那第一个，他可能是为了要持有至到期日，他完全符合要收取本金及利息，那就是按摊销后成本衡量，那这个肯定是债券，因为股票没有到期日。那什么样的情况下呢，会是透过其他综合损益？那一般来说，我刚刚前面有讲，还是债券为主。那他的目的就是呢，可能是收取本金及利息，那也有可能他会伺机而动就出售，那就会摆在透过其他综合损益。那如果不知道要摆哪里呢的其他，我们一般来说就会摆在透过损益按公有价值衡量的金融资产。也就是说呢，如果今天我们有一个债券，债券呢它不是完它不是它是符合完全收取本金及利息，所以呢它就不会摆在透过损益。但他如果呢到了第二个测试，经过管理当局的判断，他不是持有至到期，他也不是为了收取本金利息或者是伺机而动出售，没有特别想要把它摆哪，那他最后还是会摆在其他损益，主要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那大家可以看到利息收入跟股利收入这边，如果你是透过损益按公有价值衡量的金融资产债券的话，你就会有利息。那如果是股票的话呢，你就是股利。那年底呢，因为它是透过损益的金融资产，它就要用公有价值变动来评价。那前面有提到，采权益法投资以外的都是 20% 以下，所以呢，这边持股就是 20% 以下。那如果是透过其他综合损益按公有价值衡量的金融资产，它一样，它会有股票，就是原则上不会采用此分类。但我前一讲有讲到，它可以在原始做一个永不变更的指定。那股票的话呢，就是股利收入，那它的公有价值变动年底评价是放在其他综合损益。那采权益法投资呢，股利呢则是作为资本退回，那它不用做评价调整。那大家要知道，它不做评价调整，可是呢它会要认列投资收益的问题。那如果是超过 50% 的具有控制力的关系呢，就要编制合并报表，也就是说呢，你是20%到50%都是采权益法，可是呢，如果你是超过50%，你不只采权益法，你还要用合并报表。那最后呢，有一个东西要提醒大家，有一个东西呢是手续费不用灌入成本的，那就是透过损益的金融资产，其他都是直接灌到成本里面，主要是这样子。好，那我们刚才王老师提到了这个表格蛮重要的，也做了一个这样的汇总。老师最后做一个总结，就是采权益法的投资，它的投资收益跟投资的损失，我们就用一个科目叫做采权益法之损益份额。好，所以这个科目是 IFRS 的新的科目，也就是投资收益跟损失。好，我们今天的讲解呢就到这边，那谢谢大家的收看。